没有，那 UV 基本拿出来就没救了，基本拿出来就没救了。好、啊，对不起，哥。哥。对嘞，报警吗？还是怎样？好，报警。好，报警。报警。这样也行。你好，那个啊，镜头没事啊，镜头应该没事。那个直接报警吧，还是怎样？他报了。哎，你好，那个刚刚我们在这边吃饭，庆祝大家车祸都没事，然后安全帽刚放在那里。这边的大哥们，因为喝酒醉了，跌倒，然后推动了安全帽。那这顶安全帽呢，就是安全驾驶原地结婚的帽子。那请问这顶帽子多少钱？好像40000吧。哦，那镜面断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叫你换什么安全帽？阿赖、哦。没有，我说秀宇。啊，秀宇吗？对。你叫我换阿赖吗？没有啦。你叫我换阿赖啊？秀宇。你答案怎么处理？等警察来，等警察来啊！对啊，等警察来调记录器啊！绿茶他们比较有经验，我交给大家，看怎么处理比较好。我刚刚曾经有想说把车牵过来，还好，哇，还好还有绿茶帮我牵得远。这里要走，等下警察会来呢。会啊，我在啊，我在，可以吗？你在有用哦。我在啊，可以吗？被弄倒了，谁在啊？我在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在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？我在，可以吗？他弄倒，他留下来啊，他是我家走，他是主嘞，是主。对啊，我在，可以吗？照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在，可以吗？你是主，谁留下来？他是在，他是你在。哦，我朋友，我在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哪里说不行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凶？为什么一直照？我哪里照啊？小，为什么不能照？哎，你不是叫我照吗？我没有拍他小啊。哎，人家是大声嘛，你没有大声。我在，你在有什么用？我付啊。你在，你他还是跌倒。我付钱。你也干啊！给我就好了。好，大哥，冷静一下，我就好了，安诺。我操！过来，很急嘛，我在急嘛。好了，不急啊，你阿妈，一定会下去。你帮我的，钱，我们比谁都多啊，钱，干你啊，我会错啊，你也会错啦。钱我不想啊，我钱我没有钱。有没有想过翻这种事情？我整个傻掉，我想说是不是在做梦？哎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很厉害耶，真的很厉害耶，勾引啊，十勾引呢？年底事情多哦，真的耶，真的。大钱不是没了吗？所以要先去警察局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派出所。那这里有一位8+9在挑他的安全帽。为什么是8+9？因为你的头发颜色很像。那 AGV 这顶帽子就是你摔下去的防护技术会把镜面弹开。那弹开之后呢，它就会卡不住，因为它那个好像锁点被断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对啊。然后就这样卡住。哇，这个年终奖金是不是都？对啊，怪事特别多了。真的是哎，天哪！今天早上亮哥也出车祸了。啊，真的、啊？真的、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。他开卡车的时候被弄到。哎呀、啊，天哪！
那你现在是在等做笔录？是的，是的。那刚刚对方有跟你讲什么？因为刚好像都是其他人在处理。对啊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遇过这种事情。对啊，他们比较有经验。对对对，我与其说是冷静，倒不如是我根本就没有不知所措。我可能现在怎样？我的帽子怎么在地上？完全傻眼，好像在做梦一样，发生什么事这样？哎、欸，好险镜头也没事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有事。那个还好，那个还好，我的也有，我的掉到地上，不知道对方醒了之后会怎么样。因为他们刚刚我听到的，他们两个后来有两个发现，没关系啦，我们钱最多了。哦，对，他们一直讲我们很有钱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好啊，就是后来他们去领个钱，就给钱了事，这样也不错。那就他们讲完之后，他们就准备搭计程车走。当天在找哇、哦，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、啊。对啊，你可能摸摸鼻子吧。而且我现在手是废的，完全没办法去打架，也不是打架，我怕他打我啊。好了，没事的。那我等一下我们再看看，做完笔录看要怎么处理。是是是。OK， 现在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那刚刚做笔录前好像才12点出头的。12点，我刚想看一下，警局已经待2个小时多了。对啊，他刚刚做笔录有做什么内容？第一次做这种笔录，哎，然后你有做过其他的，例如说性骚扰之类的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就是问我，一开始跟笔录都很像，但后来他有一个指认的部分，就是要我指认这样对方这样，还有对方的山羊虎。特征明显，对，很奇怪，就是他拿给我一个表，然后说有没有在上面，我说没有啊，对啊，我说可能拿通缉犯之类的那种，对对对，每个看起来超凶的，每个看起来眼神都没有光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来我的安全帽我都会放车上，大家都喜欢拿着，可是我就喜欢放车上，然后可是我刚刚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拿去店里，然后就这样放着，我想说。放在这应该没差吧，然后结果就出事了。对啊，而且我刚刚有问一下帮我做笔录的那位警察学长，我说这样不要跑法庭，他说应该要。男生没有上过法庭，没关系啊，你有一天一定会因为别的事情上法庭。好了，那经由今天这个经验，有没有想跟观众讲什么东西？对，安全帽要放好，然后发生事情呢？要冷静处理，对。可是刚刚那种，你看人家他坐计程车跑了，哎，这怎么办啊？对啊，这个如果只有一个人，然后对方很多人，这无能为力，也就只能默默报警啊。对啊，报警人都跑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就也只能这样。我反正我就是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大柱重机跟子恒的各位，哇，真的就是在场就是帮忙，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愣住了，我完全没做什么事情。然后警察来，以为是我才是当事人，他跑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不是，我是跟湘民进来看热闹，我现在往后面站。子恒提供了重要的影片，这个警察有给你拿影片啊，对对对，很不错。今天就是一个被醉汉弄掉安全帽的一天。对，那这个人其实很衰啊，他原本是跟姚大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其实要走了，然后跑过来找我们，刚找我们不到20分钟，安全帽就被剥掉。我基本来是想说坐一下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事情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有事情要忙。对，但等一下没事了，要不要吃宵夜？我们刚吃饱，怎么会去吃宵夜呢？自己独享宵夜。对，你要跟谁吃宵夜？我是不想讲啦，不好意思跟你分享。对。对，跟我屁，你不要乱讲，是幼稚园吗？好了，那大家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那这安全帽要放好哈，大家拜拜。